我们来到这里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区中埔游客中心。这个游客中心它的造型还蛮像一座很大的城堡，外面还有蛮漂亮的公仔可以拍照。中埔游客中心位于嘉义县中埔乡，是以童趣的风格建筑为主体，以山中城堡为主题。园区内有很多缤纷可爱的公仔，十分吸引人。室内有亲子同乐区及游戏区，提供亲子在旅途中休息与咨询旅游资讯的美好回忆。好大只的黑熊！